这边来，上来来，哎，再次上大贸的活动区来，母贸姐姐们都睡了，你干啥？看看姐姐们都在睡在哪儿呢？这是顶顶睡在最上边。小宝愁眉苦脸的睡在了石窟里。啊，果果，咦，色色呢？色色应该在这个里头的第二层。菊宝来，菊宝走，走，咱们上公猫活动区，母猫都休息了。进去吧，进去。你去干啥呀？这群大猫来操练起来啊！你们大猫有点太安静了。这菊宝怎么还好看还不行啊？和灰雀还皮着。帅哥灿灿，菊宝来了，菊宝找你来了，找灿灿哥哥玩来了。哎呀，胖虎的后背呀，真是我家标志型建筑。你干啥呢？菊宝来回跑。菊宝，你瞅你怎么就是喜欢和胡舅舅、灿灿哥哥玩儿，怎么不喜欢围观胖虎呢？你看胖虎他是你成长的典范。如果你长成胖虎这么粗壮，将来谁都不敢欺负你了。哎呦，英俊又学猴子爬杆了。我去，哎呦啊，那是胡永俊，你上去掏一把，你是不是以为是菊宝呢？菊宝什么眼神你看不出来吗？永俊，大偶像在里屋呢。哎呦，闻到菊宝的气味了。哎呦我去，你隔着你还咬一口，你咬壁布呢？哎呦，这个表情，这个神态，离得近肯定会动手的。你看，所以长得好看的姐姐也让人信不过呀。英俊，你吻我干啥？你这小家伙，每次到公猫服务区，哎，不是活动区，都像到了旅游胜地一样。这个活泼活跃呀，敢吗？别以为哎呦不敢揍你啊！哎呦，是长公主，那次公主好看都揍你呢，何况长公主了。灿灿还不下来和菊宝玩啊？灿宝，闻啥呢？你哪去了？英俊来，英俊胖虎，来给你们带了一件玩具啊，我们的动车。看看，英俊，你不是雪橇犬吗？你能拉车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哎呦，英俊这个嘴唇子凉飕飕的，还吻我呢。哎呀，这么看好看，这是庞然大物啊！你和这动车一比，灿灿过来了，和菊宝玩来了。我菊宝就没你怎么弹跳力这么差吗？哎呦，外面风好大呀！哎我去，上来就挠胖虎一下，胖虎也礼貌的挠了你一下。外面风大。你瞅，这胡舅舅都快成你保姆了，老让你欺负。每次来，你都是表现欲特别强。